阳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，今日新增加50,782本土个案，58例总重症，十一例死亡。这是最新的黑衣上衣生人者太土十个人，另外境外落来个有48例。政府没禁止进口快车，不过经过一天的尝试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嘛要尝试用不是密封审查审核的方式，开放经营进口快车两十年。不过效果的指甲复制，嘛总唔得拿来卖。日报的肥水感冒杀毒十个月的免疫良药的人数都提100分变呢，不过昨天煞增加到1,000分，创下单日的新高。其中肥水十个月的对医院开的只有400分，剩下300分是对黑心药效经过事先诊疗过后才开的。本台五月十五天保部分负担修正起价就会实施的，不过也时间可能提疫情的高峰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基本方会暂后来做，无对医院负担太重诶，对民众来讲嘛太辛苦诶。医治公费今年差不多有330去到指挥中心前抗议，批评指挥中心无积极应变，造成3,000技师好点点的死亡，同时提出用气验来推检疫，总得对主目强门预防杀感染，有目强样个对待三个诉求。